讲不透，每来五分钟，奶奶抽一抽，我这里数码是通。耶，不错哎。每台五分钟，四个月钢琴堂，我这马上好，当然好。我来理数啊，这个啥型？啥呢？一度一度，只叫呢？不有关都有名次个啥？给理数型地面，哎，不有。马家啥？不得只叫一个。月字下面讲，马家啥呢？原来是因为南上个差劲啊，武大哎，个呢，这个地方盖了一个马下楼，哎，又是个名次个。元朝个时代啊，有个强福寺。民国的时候呢，有个江沙港月，啥家头啊？有一拉亭烟雨楼，哎，一拉亭带楼家，不对，一时候啊，马家沙家呢得九曲亭，再得望江亭，还是一块，是新地面的一个风景点。那那边人家概念啊，那个靠妃子做大做的，这国家呢，没哪一挂，哎，看来土的差的，马家沙家那个风景呢，自卑的美的。一直啊，我来忙着个马家沙，住的南岳，跟建德，阿都是四五年前十张纸的，纸托的大部分呢，都是欧斗江山盖了。这南岗没得，水西岗可惜，哎，一直盖的是谁啊？不错，江山西子盖起个马家沙岗岳啊，比这南个江沙岗岳呢，大的三倍，今天呢，也比这南大的很了。江氏马世涛呢？把这个马家沙石头的灵沙寺移过那个石头多少人摸过没有？芒岗顶那地方的石狮子多少人都敢去一次九个九下面九曲九月的啊里欧多少人都四个七家门前的烟雨楼下面的石墨石家军多少人都博家个知过不得烈士墓下面给你清明节有没有这个写过把火呢？这来啊一年呢，我把马家沙喝垃圾，九九下，药茶，啊不，一那年啊，四个地方堵起以后，第一讲关到马家沙四个人晓得喝了，所以一时候马家沙岗月呢，顶多个哎，不是伢来给他锻炼吧，跳舞吗？拉脱缰，啊，将走马家沙里个一个男主个四个家面，啊可以忙出李树新，哎，沙瓦个变化。马家沙个名士啊，是哪三里个呢？1984年，阿年六十岁个小训刚小学，就讲李志沃老先生啊，个呢讲了一个故事。个讲啊，南上有姓吴个南国，书家呢给阿个李树新死面个沙鳖，书家个老母呗，我运吧。又一奶呢，姓吴那个老母哎，住了一个茅，茅里头啊，个呢来走到一个。贴近雕梁的一个楼阁里头，忙着把关渡次，一节一节哎，台阶走下去呢，把忙着楼阁的阿边，啥家们啊，四下马前先进一样，再仔细一望，哎，一个沙面学习，哈，不白是个出家边那个小沙吗？哪得一个是白沙？哎，阿不个心里有呢，把帮助忙的忙着个一个楼阁啊，我打个主页家们，后面啊。一屋新屋的南国呢，杀了一个有武大官场命。南上人长的时候啊，当得副宰相。搿干子呢，搿每个意思啊，就那个绝大那个奈，哎，盖了一个楼阁。秋个名士有马下楼，伊学了搿个是马下当天。啊不，后头呢，多少干子一个啊，不杀呢，又姓马家沙。啊不，那个楼阁不有当天楼。关于马家沙个名士啊，还有一种讲法。马世涛呢，听着有感觉啊。一种讲法呢，加有个寓意。哎，你来听啊。这男火锅吃了一个娘娘，又奶奶皇帝买的。你的历史又讲咩啦？啊，娘娘呢，却把出家讲得喝了。不讲。马家沙通天楼，十里火锅九里屋。哦吼。把个皇帝亲的那边压了呢，官吹的李树毛毛，啊，娘娘收的不呢？二十呗，要出下来呢，把伊的当时先盖起去，当时是盖起了，娘娘收些啊，
受啊受啊不受得啥毛病的吧没给了家就呢把扣的。一是皇帝呢什么走的忙。所以说啊舍我舍不得他乐山。当然如果该着马上吃主卧去见死鬼刚得不得我不得吹刷蜡烛。可以给欧刚宝的围山欧德刘俊英啊可以呢拿点卧拉拉了事拉拉拉。美男五百强死鬼钢筋堂我只马斯堂我了满脚再抽。